来这里，他们为了收那个渡船头税，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因为清朝是用妈祖来管理，地方的老百姓，好，他在这里有收税，我们只有被他收一年的税，可是不晓得是不是一些像刚刚杜太讲的一些抗日的一些事件等等的历史事件凑合，那么他本来在这里只有管理石甲。那到了看日本管理以后，把这个整个山区的行政区也改成妈祖田，所以以前叫妈祖田庄，好啊，因为这样行政区的结合的关系，整个就是叫做妈祖田。那可见的，它应该是属于农业区。那对于这些盐垦户，他们到底有没有照顾？这是现在要给政府的一个题目，这样。好，这是大概从地理位置，我们来看。那就所以我们就是等一下我们这样走这个普安堂还有婺源纪念步道，这个整个范围是普安堂，那么从这个老树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里，好，等一下我们的周老师会介绍，从植物从整个生态我们就知道时间，还有千年湖穴或者是这个梨皮石，就知道这里的时间的经过，甚至我们可能会请一些地质学家直接对这里的地质层做一些探讨，我们就一定有证据可以留下这里的时间是绝啊。从我们的一些史料也证明这里的移民超过200年。好，那我们这样慢慢的，好，这样的整个的地方的文史整理，86年的全国文艺季。所以刚周老师有介绍，其实桐花节就是那一年，全省的桐花节就是从妈祖田开始做起。对。好，那我们也是在那一年跟整个地方文史做这样整理，所以整理之后91年这个后来苏贞昌做县长也特别为普安堂请艺术家那个篆刻的那个书法家哈，为普安堂立了一个碑哈，就是普安龙泉这样哈，这是一个纪念碑这样。好，这个桐花在哪里呢？整个山在五月的时候叫五月雪。五月，哇，整个山哦，整个五月汉，你看不到，大家看到你才知道哪一刻。那现在慢慢的11月到1月哈，会有枫红。但是山门这个山是因为，大部分以前的庙都是，建在山里面，所以叫山门。但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就是123的山。好，这个山的意思就是你翻过了这个门，你就解脱智慧还有慈悲。好，就这样子，你就进去一个庙里面。你会慢慢的从里面得到一点领悟，好，所以老人家感受看看，你来这边传字，然后老人家哈，在这块石头是一个智上之路，哈，就是说，因为慢慢的我们要整理，真的荒废了，啊，智上之路就是说，我们通往一个最良善的地方，哈。他就去普安堂，哦，这本来是有个碑吗？有在有，他这上面有写一个智上之路，老人家有刻一个智上，智上之路，我们慢慢以后会整理，要整理。好，那个他都在家里和佛堂讲经，就是老子的《道德经》，或者是老庄的哲学思想。啊，至善就是说善善若水啊，或者什么，所以他都是把那个这个禅宗，因为我们的始祖是禅宗院，所以老人家在这个佛寺里面修炼的。等一下我们看看他的作品，走修护古迹，不等政府了，我们自己修护门修护什么，慢慢做，慢慢恢复。啊？什么？他曾经住200-300人吗？200-300人就是最早的盐垦户哈。这里这个地名叫香烟的烟，烟园在清朝的地名上有烟园。好，那老人家把它改文雅一点，叫芬芳的芬，芬芬，张华的芬，芬园，芬园，芬园这样啊。芬荣了，芬荣了。他们早期移民就住在很多移民的开垦户住在这里，然后他们把那个就是
这个开垦的那个祭祀祖先的地方捐出来变寺庙。它那个里面那个那个泥窝，最早的时候是大正山泥窝，它就会被那个蚂蚁叮。那我们知道是，刚刚有一位讲说是大正二年哈，大正二年，好，这就快100年的建筑。他为什么那他们来评审古迹的时候说这个建筑很普通，没有像平地的那个很多雕龙雕花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要想，这个龙泉廊来这里说大概民国50年，那个时候山区就是我们刚才那一条小小的路，所以你要去修盖一个房子或者建一个房子是非常不容易，要在这样的一个每一个东西都要人工来挑，所以它是用名家农舍的三合院来作为主场。那这个是日本人把它叫台湾在教，就是先天派台湾在教，它融合的儒释道的思想，所以日本人很喜欢，但是后来还民化政策以后还是破坏了很多宗教寺庙这样。那他在大正三年选在山里，我想可能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想把这样的一个宗教保存下来。好，所以台湾斋教特色就是他在前面正在是晒谷场，好，农家照旧过他们的生活，可是你不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墙壁的后面，这个宗教就是在继续的承传下去，所以他从大陆到台湾早期落脚在北部，所以现在算是新北市最后一间两间的这个还拥有这个农舍三合院，还保留整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宗教的建筑，好，那然后它的整个的宗教的活动都还是继续下去，我们等一下可以到后面是新坛哈这样的一个建筑。我们进来看一下哈，这个普安坛那三个字还在啊。好，那我们从它的对联可以看出，就是普安先天斋教就是修金仙，金仙其实就是所谓坐禅哈，我们的始祖是六祖慧能，他就是说你一定要把你的身体修好，所以坐禅，用坐禅的方式来修金仙，你的命修好，你才可能有，才可能去修行哈，才可能救世哈。那个右边的对联就是在写这个救世的精神的五洲离俗，就是能够拯救这样，所以就是性命双修的一个教义的宗旨这样。那么中间就是说它中间是佛堂，所以中间是佛走进去的，所以平常的人一定要从两侧走进去，然后这个是一个这个前那个回廊哈，前沿的回廊，好，然后让这个三进的门可以进出这样。那因为已经现在我们就是把整个秀面保持，希望这个将来有会修复的，目前是用那个，因为只剩下最后这片屋顶，所以暂时用钢架把它顶住这样。那我们可以进来看。现在它定为历史建物还是说古迹型的？历史建物啊，历史建物它就可以保留嘛，好不好？是的。它两边的那个中间应该能摆布，然后那个这两边的应该，这个就应该10个，好，10个。10个对称，都对称，它一直都在走对称哦。然后这个你一样会比过去，都是一样哦。哎，伊真爱排列，就有时候是横的，啊，有时啊是直的，啊，有时啊横的，啊，有时啊叉，所以一直迄算积木游戏。哦。就是很结构很坚固这样，所以这个秀面一直从。然后过来边啊的时阵嘛，就赶快你转啊，哇，都用摆一个另外一个摆法，啊，才变，就用那个。这个算因为馆顶无法度迄种洗招啊，所以当洗狮子多样变化，爱得纯一种东西就是真啊，爱得是要开始第一个造型，所以嘛是有用出来，哦，迄个排列啊，要想要互做一挂迄种，不管是鸟塔还是要做迄个什么，伊的形式还是不忘。还有它有一个止水，然后要通风的，它该有的要有。
啊，这你也去看，因咧讲较迄落伫客家还是足侪迄落迄落三合院无？迄落当这所在开始变生剪莲嘛，生其他，但是你只开垦地，开垦地的迄个地运工含迄落资源无好，所以但是伊拢有留咧，到尾用门帘啊，用啥物取代？啊，但一样对称，两边一定可以一些资源。然后伊家迄个厝上丰富的就是，迄种是砖啊，看起来是就是一种原料嘛，较普遍，啊，搁容易用挑工的钱就可以解决。但是上困难的都变做是只，伊迄个牛吼，就爱来这个所在找出较好的草。啊，我唔知道这是啥，搞不好有时候是旧用。九宫啊，还是什么吼？所以，嘿啊，所以这支迄、那个，有诶用七套牛啊吼，嘿，这支吼到今嘛搁当保持啊完整。啊，即马为着要呈现这个所在，有时爱雕迄个灯笼，还是要雕迄、那个，有时爱迄个拜拜内底有一个什么三界宫吼，嘿，迄支迄个，啊，所以伊关顶爱去做一个较突出诶迄个屋瓦，所以这个屋瓦毋是平，这屋瓦到遮诶时阵要搁又较悬。所以伊的困难都伫那一个所在。对对，最大的特色在这个回来。要处理处理，哎，要不有一点啊融合一种民宅的形式。民宅对，就三个月。所以处理，所以一般咱若厝大，邻里是大厅嘛，啊，边啊是厢房。所以介，我嘛这用无同款的态度来看这间。他特色，他是对啊。他到底有几委员？对，他就是那种三合院，就左右的护龙啊，左右护龙，就是让他那个对那个面向有三个方位。然后窗户，窗户他又从受到那个战后，哎，应该是那个，尤其是一种日本时代吼，因开始有一种特色吼，迄个塔门是上下推拉的，就是起哩啊，就卡来掉的呀。对。所以有做就做迄种，而且样式一定开始变拉直式的，伊袂讲要学迄种做拱门啦吼，有诶无诶，伊袂。比较简单的哈，所以赶快，反正就是一种素材，然后用甲。果然是云科大文之所诶。哈哈，无啦，伊真正是安尼用甲安尼，所以你看伊都无必要，伊无必要放这条啊，但是用这条就是算甲这真诶，想要呈现，让你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单纯，有一个东西在这个门的旁边把它框起来。框起来哈。啊，所以就赶快，一定甲砖吼，一种素材。啊，个呈现到各种变化，各种变化，哎，哇，哇，来各位，我们绿党的潘汉生来到现场啊，今仔日赶场赶足久的哦，悠闲小看你滚，哎呀，我翕着来，等下我翕一个。那我们进来看一下，进来看一下。蛮协力相互跟你协助。哎，所以你看，伊上好的材料，我甲材料到阵还袂熬。还袂熬。啊，这个就是门道。门道哈。已经拆起了镶嵌嘛，所以迄个门吼，材料是无材料，把它拆卸。啊。啊，这可能熬起啊，都要去啊。然后它增高的时候是用头杆，是用那个很坚硬的头杆。哦，啊，这很硬，因为它的硬度比这个砖头还硬。哎呦，嘿，这个无位入内底看无。对，我就说以后即便要恢复这面墙，我还是要保护。对对对，好，它的价值，所以你看，伊这一般人就，所以委婉在人看，你看。对。一种砖吼，一个砖它可以用排列组合把它变成积木。对。然后一直在讲求对称对称对称，然后到屋顶哇，要修啊，它竟然。再恢复土格，台湾传统一级棒的那个土格，就是它最早是土格，嘿，然后土格，哎呀，哦，啊，然后又增加那个土格这样，然后这些窗花哈也是哈变化很多了，就透气的窗花，然后那个连带水泥也很贵，然后那个一直到。
其实是迄个日本初期嘛，还阁算真贵个，还阁加上这个所在要摕水物件，讲真诶也歹排。真的哎、欸，我就说要建一栋这样房子，真的不容易啦。所以你看它一样啊，在这神坛哈，神坛透过不一样样式，那可是管定来做暗中。暗中，嘿，这整个是神坛的中庭的神坛。哦，啊，这个做啊注意啊，嘿，它功能哦没有很多，然后材料也不容易，可是呢。上来之后，拢编两行啊功夫，拍一下拳头就对了。哦，你知我啊，我也是我多的，剩的唔免编伤多，所以他就在这个神明的这个大家都看得到的地方去拍李瑞辉。嗯，就是砖要打他也有办法，如果给他多一点时间，他当然可以做啊。可是素材就只有一种。对对，也是砖打的哈，应该拍。也在人世间发最大的愿，所以他在这边做了一个地藏，所以我们的主事神有观世音菩萨跟地藏王菩萨，但是也就是一个环保菩萨，就是守护的大地、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旧坛的这个在这个前方、啊、就看到这是昭和三年的一个老照片，它、啊、记录了我们的老住持第一任的老住持，那我们以年纪来换算，这些人大概都清朝人，就是先天派三教，好，蔡公跟蔡姑这样，就是拜法修行，然后家家是佛堂，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义的延伸。大概先看一下说，我们整个园区的文化园区，就是前辈艺术家。龙卷老师做技工的时候，来这里的时候，慢慢把一个小小的斋堂，然后变成整个文化园区。整个因为这些作品通通都是用水泥的，水泥是一个非常快干的材料。好，那它的艺术一定要拿捏得很稳。那我们等一下就去看。老师，谢谢，好，谢谢。啊，等一下我们去那个，好，就到隔壁佛堂看一下地藏王菩萨。老人家就是先画一个小型的地藏菩萨，然后再按照比例尺，我们可以过去看一下那个大尊的人。哦，那一张是老照片呢。老照片。哇，以前是这样哦。杜永鹤就睡了呢。这旧坛那边移过来，整个文物都移过来，是昭和三年，当时就是日本开始皇民化政策，所以我们台湾的神明会被破坏，那村民就整个的把它成立一个佛堂，好，现在整个我们看到的文物都是从旧坛那边移到这里，小尊的菩萨啊，或者是钟，或者是烛台，像这个烛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烛台哈，民国这个是上面写民国十五年、嗯，那我们再细看哈，再细看上面是大正十五年，就是光复以后日本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日本政府有那个日本的国号哈，所以就改成民国哈。这个烛台也是很早的烛台。都是清朝，所以我们从神明也好，开垦使也好，他们大概都是清朝来这里这样。泥菩萨这样。啊，泥菩萨。这些都是老人家的画作，他在这里修炼，然后悟道，他的人物画，因为那个达摩是我们的师祖，是先天派的一祖。对，先从这个地藏菩萨，就骑着一个韩国的白犬来到中国的九华山，这样的一个应化身的故事。哦，传说中这个藏有金刚杖，然后就六道轮回，就是我们不要落入六道轮回，然后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就是他发愿。然后是以这个一个耳朵朝上，一个耳朵朝下，没有，就是善听。这只狗叫善听，就听天地的声音，这样。就是图像学上的一个象征意义。
啊，大型的那一座就没有做这一座，都有。哦，下面哦，没有看到狗。就图像学非常完整，就是地藏菩萨里面图像学非常完整。好吧，各位，这个他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是酸刀流，因为他又会西化又会国化。嗯，蓝银鼎在省长的时候就称他台湾第一人，就是因为以前都是西方来讲，结果他那一年他手他带用水彩来颁奖。那么他整个这个水彩西洋的画法里面有中国的水墨的墨符，就融合了中国的，把那个早期台北近郊那个淡水河观音山下的那种灵。这样的一个图案，内定开，而且都要多啊，那个墨骨，像墨骨画画的这样，但是他画到中国的人物画的时候，他是用炭笔，就我们学校对面的大家，二行大家画出来，连那个表情都是那个综艺主持人呈现，我是一个画家，在画的呀，